还是讲哦，就小姐，伊对投资真了有眼光。咱咧以后嫁予你了后，敢有拍啥物礼拜公司？假使伊若是有兴趣，当然是好啊。也毋过咧，伊只是干呐爱投资尔，伊也袂爱管代志啊。好啦，以后假使若有兴趣咧，咱就去讲啦吼。看亚马逊遮尔听足保守的话，万一伊真正要插手公司的代志，那你将来敢要搁我的位置？刚刚知道我都主动亚马逊结婚，我就伫遐等啦。保守，保守姐，小三三，亚马逊，我接一下电话。好，较紧啊！好，我就伫遐等咧。喂，哎，对吧？你来啊！代表替你点好啊，虽然不是三合一，暗哥这边也比较好点的。我问你，亚马逊是不是你找人开车去了？啊，哪会发生这种代志啊？暗哥，我会当找人就只有你啊，你干嘛在走？我当然嘛无，亚马逊伊对我是好的嘛，做照顾我，就算我对错到位一点，伊也是感觉这样听话，所以我哪有可能对下手啊？不是你嘛，不是我，啊！卡斯讲亚马逊嘛无完修了，那恁就只当讲是伊运气无好啊。啊，若无哪会偏偏伫伊要结婚之前会发生这种代志啊？大姐，真简单呐，恁家想，哪有遐尼多好？哎，野马哥哥要过大咯，啊，多好！黄冠廷接一个电话，啊，就一台车安尼弄过来，剧本伊写的呢啊！你袂感觉足奇怪的吗？你的意思是讲，这一切拢是设计的哦？当然啦、啊，我甲你小叔车祸的代志哦，甲黄冠廷一定有关系。哎呦，那是甲伊有关系，我绝对袂放伊煞。哎呦，你安尼无见无过，凭啥物诬赖我？冠廷啊，你啥物时阵来的啊？就是这个娶家结婚，你来讲个歹话，是我的搞啊。我知你一定看我做袂顺眼的，不过亚马逊出车祸的代志，你无见不过，奈咱无路到我家来，啊我担罪，你敢袂输个超过？你莫听假无辜，是意外是因命，你家己心里想清楚啦。